王子和公主的婚后生活。不行，结婚也是我们两个的事，日子也是我们两个过的。你当初没有那么说啊。可是我们有义务抚养七个小矮人啊。他们怎么了？他们一顿50斤叉烧，50顿肉包啊，我养不起啊。可是他们还在长身体啊。他们还在长身体？你跟我说他们还在长身体？嗯。可以邀请你演一下我们的小矮人。你们童话组今天晚上得留个人加班，自己商量谁留下。Come on, come on, 我没法加班，后妈让我回家做晚餐。Come on, come on, 我也没法加班，火车没买完，我得去摆摊。Come on, 不能加班，再不回海滩，我就变鱼干。Come on, 不能加班，有几个憨憨约了我撸串。你们撸串，别吃烤鱼啊。哼，金星星，你能加班吗？啊，可以啊，反正在哪睡都一样。以前的白雪公主吃苹果。现在的白雪公主吃苹果。鲜花浪费，送健身卡太累，按摩椅给我对送香水太鸡肋，送围巾太累，送墨镜太黑，送鞋子显脚肥。哎，到底送你啥？啥也别送，你带个男朋友回来吗？就行为妈带回来了。